有有在录，有在录，有在录。你现在秀时间了，现在是换我的太冷，太冷。对，是太冷。哦，第八点八了。这是谁种啊？用手给他来一点。等个一分钟吧。能见度又好一点点，多了一根红棒棒，还不错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差不多了。看不大到东西，但是可以感觉到上面有太阳在照。
开始可以直冲了，这里就要开始冲了，直冲。就在这里，你这里，没别人的，等人走就好了。56，你的刚的 pose 也刚好啊。累死了。在后面吗？在后面吗？后面会看不到。回去很难选的，就挑一个最好的就好了嘛。可是每个都好，那后面这边呢？
那个树冰有个洞，有吗？有，我拍一张。就是你前面往上一看，树冰有个洞。站的地方不好，不会啊，你要看就好了，等一下百万能清楚的话再帮你录一段，什么东西，百万人清楚的话再帮你录一段，会走百万人啊？会啊，会吗？会啊。为什么会？为什么会？我们要去恒昌就是要走百万人啊。我们从恒昌直接下吗？不要啦。那你去走一会儿，你再帮我录一次。哦，好啊。刚没有录好啊。哦，好啊。看看这个绿色又是什么？好吧。啊。你又要帮别人？这不知道谁的东西啊。是啊。像刚刚路上有一罐水、啊，我有看到。这开销会比较好看。好啊，你停在那，不要走。好，有没有好看？我都突然觉得这里比较清楚。都很清楚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停着啊，停着啊，我录啊，我下去帮你录啊。还是你 iPhone 给我。我的只有两，我的两倍是数位两倍，你这是真实两倍，又再可以数位放大，所以你的比较大。这个是这样的，不要跟你的手机。好。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你
那个倍率才够大。那就留在我这了。你不放熊到到那不要撞到，反正撞到坏了，没关系。呱呱。呱。但是，因为我觉得他下的挺多的，我整个一看有一部我整个飞起，啊是啊，一看一部起，然后就决定我很低。好，那我就去恒昌下面，因为接下来要去恒昌的路啊，是你下恒昌要直冲，不是去那个缆车那边。那怎么办？那你怎么办？我 OK 啊。我会在恒昌的正中间正下面对着你拍，我就不在缆车内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冲不到那。好，走吧，你先走啊。因为我站在地上。对啊，你在看得到下面的地方，对吧？
可以。我刚刚说可以，但是不够大声吗？还是怎样？我没听到。好，可以还给你了。很丑吗？不会啊。好。